完之後咧，嗰、那個水潤光澤感咧，唔係淨係一時之間咯，係長時間去到第二日咧，皮膚都有種好保濕，好似有個保護罩嗰種感覺，係覺得好舒服啦，同埋都有個水光感喺度咯。一個超級優惠啦，六四折嘅價錢咧就買到呢一個套裝，入埋 promo code 呢一個 CYNXHO， 仲可以免運費添。之前朋友介紹我用咧，咁我就用咗佢哋呢個 SOS 嘅 serum 同埋呢個 cream 嘅。咁但係如果大家從來都冇用過呢個牌子咧，我好推薦大家首先試佢哋一樣嘢啦，就係、是、個面膜，佢就係叫 SOS Booster。Hydrating Treatment Mask 啦，帮皮肤咧做翻一个去黄啦、抗糖化啦同埋保湿嘅效果。咁你唔使出去做肌啦，唔使加任何嘅嘢啦，就咁敷佢咧已经有个超级补水嘅效果噶啦。如果你系敏感肌嘅话咧，都可以即刻帮你减退嗰个敏感嘅情况。同埋一包面膜嘅 CP 值都几高啦，有成25ml 嘅精华，入边咧有两个我好中意啦，同埋大家都好熟悉嘅成分，就系维他命 B5 啦，同埋积雪草啦，做翻保湿、收细毛孔同埋舒缓敏感。咁佢嗰个剪彩咧都几 fit 亚洲女仔嘅面型嘅，系几贴面。同埋如果皮肤状态比较差嘅话咧，亦都可以用佢嚟 boost 翻皮肤嘅健康啦，减少肌肤嘅氧化，达到去黄嘅效果。咁佢喺网上面咧，原来都系真系好评如潮，同埋都有拎过一啲美容嘅奖啦。大家都不妨试下。除咗令啲敏感会退之外咧，去咗去黄啊嘛。咁我自己成日唔够瞓啊、挨夜啊，啲皮肤除咗干之外，又会好黄啦。好简单啦，咁样就可以 keep 翻皮肤去一个有光泽啦、健康嘅状态啦。介绍完呢个牌子啦，咁当然都会有个优惠俾大家啦，等大家可以试下，可以用一个超级优惠啦，六四折嘅价钱咧就买到呢一个套装。咁咧当中咧都包含咗头先讲嘅洗头水啦，同埋面膜嘅，大家就可以一次过试晒啦。入埋 promo code 呢一个 CYNXHO， 仲可以免运费添。咁大家睇翻 info box 啦，都会有详细嘅资料同埋 link 噶。